会当看中。我想讲，我只讲一个足平凡的老百姓，哪有迄个资格去看总统？而且看总统的迄个所在嘛有淡薄奇怪，是伫鬼所内底。吓啊！所以讲，去讲迄个咱因为主导讲讲，看法都讲，因为阿扁啊，即马伫个即个土城看厝都所内底，叫国民党糟蹋嘛。啊，想讲看我都互伊一挂真心上的一挂鼓励无？吓啊！所以讲就。问伊，就讲，因为咱知讲，咱台湾在地文化基金会，咱所做诶代志，拢是咧推即个咱拜台湾神，啊，搁有咱台湾独立建国诶即个运动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变做讲，啊，变啊，即摆咧落难诶时阵，信用对伊来讲是一个最重要诶工课。如果讲伊诶生活内若无一个信用，作为伊一个外壳，我咧想可能伊伫个即摆伊关400多天啊，伊关400多天，我是。我是讲吼，若一般诶正常人，即种关内底应该拢有起效，嘿、嗯，啊，所以讲，我想啊，伊有法度讲400多天，有一个足重要原因，就是讲，伊有咧规咱即个台湾神道，啊，咱台湾神道诶，即个宗旨，咱拄则伫咧即个山顶咧，追溯到阮咱诶即个二八诶台湾神诶时阵，因为书嘛有读过一遍啊，啊，我伫咧即个归宿内底，我嘛是同款。读这细原文，予咱这阿扁总统听，啊伊嘛一听到，伊就答应讲，伊要这个追随这台湾人的脚步。过两日干？啊？过两日干？真的吗？嘿，我等我。啊对吼，我这我煞想着，煞袂记起讲。嘿，我迄天入去时，咱早讲入去这个土城派出所的时阵吼，规身躯拢诶物件拢会捡。超辛苦了，对哇，搜身呐！啊，你那时候我伫提前，我就问这个，应该是讲狱卒吗？狱卒，我管理人啊，狱卒，我就问伊讲，是不是讲会当载一张纸入去啊？伊是甲我讲袂使，因为因惊讲会有安全的问题。我想讲一张纸尔，啊，毋是一张啥物款的纸，啊，毋是讲一支枪啊，那有啥物可能安全的问题？我就想讲，好啦，啊无我就。趁咧藏物，趁我咧藏物件的时阵，我偷偷啊甲咱的这细原文，啊甲记甲足细字，啊偷偷细伫我的迄个垃圾啊内底，我想讲伊应该是超无啦，对啊，当然嘛，你嘛是安尼希望，因为我这早入去有一个上主要，我就因这细原文，我临时我是背袂起来，所以讲我才会偷啊吼甲记字啊藏伫我的垃圾啊内底。嘿，安尼我就藏起来，底下就迄个经过迄个狱卒搜身的时阵，都无叫敲出来就对了。嘿，啊后来就入去就，把这个细黄文摕出来，啊读给阿扁啊听，啊伊是，我甲讲吼，迄当年外前看伊的时阵，伊的心情还阁足好，伊都对伊的这案，这个去用撇开这案件，伊也是足乐观的啦。嘿，啊但是我感觉是讲吼，伊。一个正常人吼，不管安怎，你关内底吼，拢一定会，算讲你的种意志应会去受到打击。啊，所以讲咱台电无经费嘛，常常讲鼓励咱的同事讲，啊，一人一张批，写批给阿扁啊，加伊鼓励一下，加伊加油一下，莫讲，互伊讲伫个即归宿内底，敢足无关怀。伊爱互伊知讲，伫个外口，还佫有出一个阿扁们，阿扁 Kisters， 就是讲咱今仔即期啊。诶，即个意义嘿，有即个人拢咧关心伊。啊，阮伫去内底看伊时阵，伊甲讲，伊个讲个重点加一句话啦，就是讲吼，免烦恼伊啦，爱烦恼咱台湾未来个前途较要紧啦。所以讲话讲吼，真正一个台湾囡仔，一个对三级贫富安尼拼起来囡仔，就是遐尼有台湾心，无像讲即摆即个马英九总统吼，连88岁在都上简单个即。防災都做袂好的一个总统嘛，对啊，所以我想讲，也是咱台湾人的总统，台湾人囡仔来做台湾总统，较舒适啦。阿扁看一下阿扁也无做无。好，大姐，讲到阿扁也无做，我想到一件代志啊，不是我太搞话啦。就是过年时阵嘛，咱迄个有订这个蓬莱岛，杂志毋是有收到一张这个阿扁啊的迄、那个春联哟。应该毋是春联，乃是一张。即、这个就系大家恭喜安尼 ，M 啊！我想讲大家恭喜，等于讲大家恭喜，实是无意思。我就甲迄阿扁啊写诶，
台湾中国一边一国，这张纸对中甲切一半，嘿，啊，就正边打这个台湾中国，倒边就打一边一国。我想讲，哎，无横批要安怎？横批无要紧，横批家己写，横批就写阿扁无罪，阿扁无罪。对，嘿，我。咱大家每机会问，啊，搁有阮家拢共款，我拢安尼做，嘿，啊，所以讲，因为阮的厝边拢是住蓝丁丁，所以讲我咧心里应该足亲就对啊，嘿，啊，搁要讲啥？啊，你也袂甲大家讲即个世王。哦，世王文哦，好。世王是啥？世王文啊，吼，就是阮咧起时，我就念即个世王文，哦，咱来即个陈总统听，嘿，啊，就是安尼讲，就是讲二八台湾得了英明宰相。并为公益、公理、无私奉献牺牲的精神，以及为台湾灵脉布施，行无上菩萨之道，堪为台湾国人民所仰慕，是成就宇宙大道之大修行，也是上帝自人间的救急天使。我等誓愿追随恁的脚步，为保台护台而奋斗。上基贵大人，灵叫无形护持，天人一体，完成台湾建国大业。确保台湾国子子孙孙得以生生不息、平顺永昌，使海洋之洲成为世界民主的模范台湾国。嘿，就是安尼，我就念这個给阿扁听。啊，阿扁嘛足认同的，啊，伊随签名，签名，啊，这是伊的这个签名的这个 copy 的版本，传落去，传落大家看。所以讲阿扁嘛是咱的忠心就对啊，伊我啊，都好叫声，哦，伊都好啊，都赞版，嘿。凡就是平凡的凡，诶、欸，什么意思？应该爱懂台湾情，这我嘛唔知影。超凡入圣，我超凡入圣哦，嘿，对啊，嘿。所以讲，我咧想嘛，就是讲吼，一个咱台湾人的总统吼，到即马还佫伫咧即个归宿内底叫王灵帝。我咧想，敢是咱台湾人想过冷静，还是讲咱台湾人想过无灵？所以讲，咱我感觉是讲吼，即马除了讲咱。爱准备以外，啊，上主要就是讲，咱爱对这个信用的这个部分来搁加强，因为咱台湾毋是无反抗外来殖民者的统治的历史，咱一直拢有这个恐怖的历史，但是相反，咱一直失败，就因为讲咱的这个忠诚信用无一个台湾人的一个信用，咱无一个信用做咱的外壳，所以讲咱常常会恐怖才会失败。啊，所以讲咱这个台湾大家文化基金会就对这先开始做起，嘿啊。希望讲大家拢是阿扁们，嘿 ，OK， 安尼我今日报告就到这。嗯，多谢了，谢谢。